过去是真厉害的，这山丘教授，这詹秀峰即马伫城市科技大学的教书，今年也过来做这当讲奥运这山丘的国家教练，也过指导咱的山丘，这好手这潘正宗来摕到铜牌，啊，这学校阵啊颁予伊100万的奖金，感谢伊付出，伊嘛会捐80万做奖学金。我很荣幸哦，我可以代表国家。带着选手去打2016跟2020的奥运。其实我自己本身很想要打奥运，但是呢，我没机会，因为百年以来奥运的高尔夫项目就只有这2届。再一直下去的话，我年纪也大了，我也没有办法当选手。2015年的时候，我退出，因为我来城市科大，我感谢董事长帮我请来这边培育，就是往下扎根的那个概念，就是让我觉得非常开心，我可以到城市科大来任教。陈秀峰去学校啊，教书将伊过去所累积的这個经验来传予这一挂国手甲伊指导过学生，所以这学生甲后辈，有那透过影片祝伊老师节快乐。